看到了美丽的剪影，出现在了我们花路的起点。让我们欢迎鞠婧祎来到我们2024抖音美好奇妙夜的明星后台直播间，来跟我们线上的朋友一起近距离接触这条花路和鞠婧祎刚刚的舞台感觉是不同的花花世界。请小鞠来我们的镜头前，留下自己的镜头签。哇，欢迎欢迎，你好你好，好美好美，跟大家先打声招呼吧。大家好，我是鞠婧祎，很开心能够来到这里。哇，其实今天从您刚刚从舞台上再到我们整个直播间这条花路，我发现您的造型好像很别致，跟平时的造型有些不一样。就是一个古装给到，一个古装给到，而且今天这个花墙也确实有那种穿越的感觉，而且今天我觉得是比较偏暗黑的风格。能不能说说今天这一身打扮你希望是一个什么样的解释呢？一个解释吗？昨天我还记得那个导演跟我说要爱而不得，我说是痛苦吗？他说对，痛苦，痛苦，爱而不得。刚刚的这个舞台非常的好看，大家有看到这些花瓣，包括整个舞美，给人的感觉就是这样的爱而不得的古装形象。是的，哎，说到这儿，其实我想问小鞠一个问题，包括刚刚我看很多弹幕也在问，看到今天这个别致的造型，大家就不由得想问一问，因为我们看到了您很多的形象，有没有没有尝试过的形象或者角色，想要在未来挑战的？其实还挺多的，以前就总会觉得说好像有特别的一些角色性格想要挑战，但是现在觉得只要我觉得内容好看我都可以尝试，而且可能会给大家带来更多面的自己。那我们就跟各位观众朋友们一起狠狠的期待了，好吧。期待您给我们带来更多不一样的您。那当然我们在来到这个直播间的同时，也为您带来了属于您的抖音热评版，一起来看一看抖音的网友们都对您留了什么样的热评言论。浴室歌手给到。好久不见的浴室歌手，久违的浴室歌手，又见浴室歌手，收到宝贝的歌声好听。来吧，隔空回应一下这些浴室歌迷。就是说，就是我的这个浴室系列吧，是属于可能我听到什么好听的歌，我就今天必须得把它唱了，然后今天必须得把它发了，所以它比较随机性，但是我可以尝试一下多多更新。哦，多多更新。那能不能小小的透露一下，你觉得最近的这个歌单当中你比较喜欢的风格会是什么？大家可以期待怎样的浴室歌曲呢？有没有曲风？如果说想热闹起来就会听一些比较元气的，那如果想要走一些 emo 路线，就是今天的落这样的就很好听。就是每一种风格都可以狠狠的期待住了。而且呢也希望在我们的现场，虽然这里不是浴室啊，但是可以小鞠想象成浴室。而且呢我们今天也是希望能够在现场稍微的听到一两句，不知道有没有这个荣幸呢？听到一两句什么呢？随便我们什么都可以。就我们这个直播间因为是一个明星直击直播间，就是大家会跟你近距离接触，所以随便就是想，弹幕上的各位评论区的各位也可以刷起来，因为这个时候大家应该都在刷说想听想听，所以有没有机会说清唱个一两句就可以随便？我想一下歌词啊。好，都可以，大家可以刷起来哦。好，宝贝得唱。好。是谁从夜拽下雨绿光，将那雨沉积的心扰乱，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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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忘词了。哇，我的心，哇，我的心乱，我的手卡已经激动掉了。虽然手卡上没有什么很重要的信息，但是有点太激动，有一种那个我的心漏了半拍，你能明白那种感觉？现场听 live， 哇，有点幸福。但是为了结合我们鞠婧祎在抖音网友的评论，我们的导演组还是给您准备了一些神秘的礼物。没错，先把我们的热评版撤下来，有请我们的工作人员呈上导演准备的礼物。颁奖词是只爱在浴室唱歌的歌手，恭喜鞠婧祎获得浴室麦霸奖，成为网友心目中的金嗓子和浴室歌王。不是，怎么不是浴霸呢？浴霸太大了，没关系。什么意思？这是麦吗？对，可以凭借这个换一个浴霸。好好，这是一个花洒外观的麦克风。
其实刚刚应该拿这个唱两句，对，要不然再来两句可以吗？啊、为难我，哎呀，为难了，没关系，怎么个事儿？这样了，我确实是冒昧了，你有点太，没有关系，因为我确实很喜欢，就是想在现场能够多看小菊两眼，多听说两句话，我都觉得非常的心满意足。没关系，有没有获奖感言？没错，获奖感言也可以在这说一下。获奖感言就是。谢谢各位抖音的网友们的喜爱和支持，然后呢就是感谢大家，感谢所有在抖音上支持我们浴室歌神的观众朋友们。没错，而且如果更新了一定要记得多多点赞，多多点推荐哦。而且呢，其实我觉得在很多的这个视频当中能够感受到我们小菊的这种活力，还有包括他的歌声带给你的他心中的感觉，没错吧？然后我觉得最后在您离开之前，想问问有什么想要给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送上的祝福。送上的祝福，我觉得心想事成。心想事成，虽然说是简单的这四个字，但是包含了所有，因为很多的喜欢小菊的人，他也希望你能够有心想事成，一样都可以奔赴各自美好的未来，向着光一起而行。我们也期待着接下来小菊无论是刚刚说的给我们带来更多有趣精彩的角色，还是继续更新自己的这个浴室系列，等着打 call。无论是在小屏幕上，在抖音上，在大荧幕上，都能看到小菊接下来更多给我们带来的作品。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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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希望你在我们的抖音美好前面也玩得开心。谢谢，很开心，很开心。谢谢，奖品也是送给你的。对，奖品可以拿走了，再见。对对对，麦克风可以还给工作人员。没事没事，谢谢谢谢。明月高悬，微风如星船。
哇，